我跟黄安几十年了，所以是几十年老朋友。对，老朋友，你们比我清楚啊，我不知道他回来什么看病是真的假的，对吧？真的啦，就开玩笑的，是真的吗？那所以啊，但是可能跟这个自己的健康啊，跟学佛是，就是说你如果学佛学得好的话，你的健康一定不会很差，应该有这种理解。其实黄安是一个不错的人，真的。就是我不知道他做这个事情，可能头脑有一点那个，哎，有一点那个，但是他人不错。只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基本上他如果学了这么多年佛法，然后会做这样的事，我觉得还是蛮意外的，因为。毕竟对方是个小孩子嘛，现在这个女孩也被禁了，被大陆禁。我看了大陆的名单，她被禁掉了。所以啊，这种东西是非官方的，对吧？就内部流出来的说法，当然你没有地方去求证。可是如果她被禁的话，这也很糟糕。以前张惠妹不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们去问了每一个单位啊，广电局什么，说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去禁这个艺人？但你问题你都报批都不过嘛。张惠妹不是被禁了一两年？对吧？那我据说这个什么韩子瑜是吧？韩子瑜啊，叫周子瑜。对，据说好像被禁了。